可以给我吹一下吗？可以啊。等一下，你看哦，这样，请拿很近这样。呜、哦！啊，怎么给你吹到你的脸呢、啊？呜、哦，太多了啦，轻轻的才可以吹出来。到你的背包了。对啊，再一次。哇，轻轻的就有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你又吹成功了耶！哇，啊，不要吃泡泡哦，太大力了。哇哇，又再吹一个泡泡，会飞耶！你看这个泡泡飞呀、啊、飞的，飞来飞去。对啊，你的泡泡都被你的口水用破了啦。再吹泡泡呀、啊！哇，这次很成功哦，你越来越会吹泡泡了。哇，又吹了一颗，哇，喷了很多口水。你越来越会吹泡泡了耶！哇，成功了耶！哇，怎么喷很多口水啊？哇，这颗很大耶！哇，它在水里耶！你看它变成彩虹色，哇！那到底要吃了？破掉了，它变成彩虹色的泡泡了。哇！哇！你的口水喷很长耶！哇，很多颗，很多颗，飞走了。哇，太成功了，你越来越会吹泡泡了。哇啊，下去洗澡啦，泡泡也要去洗澡了。哇，在那里破掉了。哇哇，太多泡泡了吧。这个是小泡泡，大泡泡。